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我们新商学在筹备期间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是像一把利剑一样悬在每一个老板的头顶。今年就连像腾讯啊、字节这样的大厂都在喊降本增效，你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生意难做，钱难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来了，咱们从自己身上抠呗，成本怎么降下来，还能再省一点钱，省的就是赚的。还是那个约定啊，我下面说的是别人的答案，你边听边想你的老问题。先介绍一位朋友跟大家认识，这是有一次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听见一位餐饮老板说，说全中国对于餐饮成本认知最深的人是陈区伟。我一听这个人我认识啊，他是我们得到老师啊，我请他来得到做过客呀。这就是陈区伟，他是深圳一家餐饮集团的创始人。我就找他，我说你得跟我说说关于餐饮业的成本你有什么高出天际的认知。陈老师就给我上了一天的课，这个课听下来我是大开眼界。我先说一个小事啊，就是通过调整整出来30万的事儿。大家知道很多餐厅有那种一次性的包装筷子呀、调羹啊，要专门消毒清洁之后用人手工进行封装，封装在塑料袋里。你想这种方式肯定是既不经济也不环保，但是在陈区伟的餐厅里呢，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就上了这么叫筷子的消毒机，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调整。那你想都想得到，减少了封装环节，减少了摆台环节，又节省了塑料的耗材，优化了流程，节省了人工，那大概率肯定能省钱嘛。但是怕的是算账，就这么一个调整，陈区伟的餐厅里一年省30万。而且呢，大家想，这个调整最妙的地方不在于省钱，而是在于这个调整之后，我要是他们餐厅的顾客，我去了之后，我是亲手从消毒筷子机里面拿出来那个温乎乎的，手感还有点消毒余温的筷子的时候，我是不是心里感受也更好，也更放心？所以你看，成本降低了，体验不但没下降，还上升。所以陈区伟拿了一个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一句话，说降成本不能以降低客户体验为代价，否则那就不叫降成本，那叫偷工减料。那按照这个思路，他又跟我讲了一大堆的案例，比如说有一项不仅餐厅能干啊，你在家都能学，就是切菜这个环节，陈区伟做了一个变革，他们餐厅里对食材做粗加工的时候用的不是菜刀，而是剪刀。你想用菜刀的时候什么感觉，比如切葱，师傅咔嚓一刀下去，那肯定不只是葱须嘛，一段葱白就没有了嘛。再比如说一颗白菜边缘有一些小洞啊，或者黄叶子，师傅咔嚓一刀下去，那肯定好菜叶子也没有了嘛。改用剪刀，那处理食材就会变得更加的精确，减少浪费。那这个浪费是多少呢？5%，每天能够节省下5%左右的新鲜食材。别小看这5%啊，还是那句话，省的就是赚的。而且做过菜的人是有这种体感的，如果你在家厨房里用的不是菜刀而是剪刀的话，是更省力、更安全、更精准，而且好掌握，男女老少都能用。所以陈区伟的后厨里用了这一招之后，他招工的范围和培训的成本还发生了变化。再来一个，陈区伟餐厅的后厨里面尽量减少冰箱，能少放就少放。比如说那种四门的餐厅用的大冰箱，一般的餐厅给5个，他们餐厅减少为2台。因为餐饮业有一句话嘛，就是甭管你在后厨搁多少冰箱，你的总厨都有能力把它塞满。冰箱是满的，我做菜我心里踏实啊。但问题是，这样一来食材就不够新鲜，而且流转速度一下降，这不就浪费吗？所以冰箱减少了，这就倒逼总厨和这个店的经理去对第二天的销售进行精算。这样一来，不仅店面的浪费减少了，而且客人吃到的食材也就更新鲜了。所以他跟我讲了这一堆案例之后，我当时心里就一句话，活该人家挣钱。对于省的就是赚的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深刻。当然我又追问他，我说你这些经验都是餐饮业的，那能不能有一套经验，一套心法
你看，这就是得到老师的毛病啊，我们总要追问心法，所有行业都用得上呢？陈老师给了我这么一句话，他说精益化管理不是语文，而是助学。说白了，不要用感性的模糊判断，而要用理性的精算方法。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话说多年前陈渠伟在深圳开了一家餐厅，那火呀，排队呀，每天中午进店的客人有1600人。那你作为这家餐厅的老板，是不是觉得自己赢麻了？对。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位餐饮行业的老前辈，这老前辈捋着胡须啊，前头后头一通转一通看，看完之后就问他，陈总，你愿不愿意挑战一下，把中午餐厅的入客数从1600人提高到1800人。那陈渠伟说好啊好啊，我回去就去全体动员，激励大家的积极性，完成目标咱们有奖。你看这个答案就是一个典型的语文答案，但是不好意思，这位老前辈是一个数学老师，他要数字，所以帮帮帮就问了陈渠伟几个问题。你现在清楚你的客人的排队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进店吗？你清楚你流程中最堵的点在哪里吗？你知道你的客户平均买单需要花多长时间吗？你是低峰期和高峰期哪个期你发力会更有效呢？啪啪啪，这几个问题一问，陈渠伟其实对这些问题心里模糊都有答案，但是说不出数字，所以数学老师就不能给他得分。数学老师扯过一张纸来就给他计算，然后马上就给出了建议。第一个建议，客户排队多少时间，这个算出来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在排队的队伍当中插上不同的牌子，您还需要排队比如15分钟、10分钟还是5分钟，这样就大幅度的降低了正在排队顾客心里的焦虑感，中途放弃的顾客就少了。那问第二个问题，店内的堵点在哪？请注意，一个快餐店店内堵不见得是因为没地儿坐呀，大家搬着饭盆没地儿坐，不是，是因为很多人不好意思主动和另外一个人拼桌，所以堵点梳理清楚之后，解决方案马上就来了，就是店里马上设计一个类似于交通警察那样的人，叫交通疏导员，来主动安排客人的拼桌。你看座位的利用率提上去了，翻台率提上去了。那第三，你结账需要多少时间，这是要用秒表去记的，记完之后发现现在是9秒一个人，那如果加一条收银员和餐线，马上就能把每个客户的结账时间减少到7.9秒之内，2条餐线同时走，1个小时能增加入客数110个人。这是数学啊。陈渠伟按照这种方式马上就进行迭代，果不其然，1个月之后，这家店铺午市入客的人数就从1600人提高到1800人，再过了1个月，这个数字居然提高到了2100人。陈渠伟，恭喜你，你又赢麻了。那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陈渠伟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成本想要下来，咱能力得上去。所以你看，节省成本这件事情，它不是在谈判桌上争来的，它也不是在员工身上抠来的，说到底是自己能力增长，长本事长出来的。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成本高手，不过他不是老板啊，他是一位教授，一位有创业精神的教授，清华大学的教授伍洲老师。那这是伍洲老师和他团队的合影啊，这个团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叫清华厕所天团。没错，过去10年间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团队就干一件事，研究怎么改造厕所。据说啊，当年伍洲教授要改行干改造厕所的时候，跟他爸爸聊过一次天，他爸就说，你这个改行改得好，2条，第一条就真需要嘛，天王老子也得上厕所，第二条，一个教授谁会去研究厕所，所以这个活肯定没人跟你抢，全中国第一号，也是独一号。我也不知道他父亲当时是嘲笑他呢还是夸奖他，反正确实也就是这样被老爷子猜中嘛。伍洲教授过去10年间几乎得遍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大奖，这个活真的没人跟他抢。
那你说一个清华大学这么高科技的一个团队研究厕所，这得是什么样的高级厕所呢？给外宾参观用的？航天器上给宇航员用的？不是啊，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街头巷尾都看得见的那种公共厕所。话说2018年的时候，他们团队接了一个大活，要给北京市东城区啊，东城区有好多旅游景点啊，什么故宫啊、雍和宫啊，都在那一片。东城区1325个胡同厕所做改造，武周教授把方案做好了之后提上去，领导就笑眯眯地说，哎呀，这个方案真的是太好了，武周教授，我特别佩服你的那个精神，你的理念，你反对乱花钱，反对建设豪华厕所，所以根据您这个理念，你这个预算能不能再砍30%呢？看这一招叫做用你的理念砍你的预算，作为乙方能怎么办呢？只能带出那种叫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但是武周教授也是这么算账的，他说厕所省成本这个事儿不是个小事儿，全中国登记在册的城市公共厕所至少30万座，每一个厕所改造或者修建的时候省10000块钱，这就是30亿啊，每一块钱社会的价值都巨大。所以下面问题来了，造厕所降成本，为什么用得着清华大学的团队？武周教授给我甩了一堆词儿，他说这都是改造厕所用得着的学问，在清华大学这里面每一个词儿跟厕所相关都能开一个学期的课。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很多公共厕所都有那种非常漂亮的洗手台，但是呢烘手机和擦纸擦手指的那个盒子通常都在出口或者旁边的墙上，这什么结果？就是你在洗手台上洗完手之后要走几步才能拿到纸或者烘手，那人洗完手之后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甩手嘛，一个人甩不要紧，100个人这么甩下来遍地都是水，而厕所里面地面上的水和空气里的细菌一结合马上就是异味，所以要想消除公共厕所里面的异味，有的时候不需要花大价钱去安装什么排风机，有的时候仅仅是改一下烘手机的位置，比如说安排在洗手台的正中间，然后再改一些地面设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这是人机工程学的智慧。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为了控制成本，北方那个冬天，深圳的朋友们，你们是真不知道啊，冬天上公共厕所真冻屁股啊。那怎么办呢？公共厕所为了省成本不能安装暖气啊，他们就找到了一种石墨烯的板材，新型材料，也有人进来宽衣解带，它自动发热，但是只热这1平米啊，只暖和您这最怕冷的没有遮盖的1平米，你上完厕所你人走了，它的电自动就停了。所以你看，又节电又保暖，这是材料科学的智慧。再比如说一个公共厕所如果要给你免费提供擦屁股纸，一年算下来大概是10000多块钱，这个负担是很重的，那怎么办呢？有一阶段有些厕所就找了那种叫扫码买纸，但是问题是您上个厕所还要泄露个人隐私和个人数据信息，这好像有点不大对头，而且呢这也违反了公共设施的设计原则，就是要快进快出，不能造成二次拥堵和二次排队。所以你看这怎么办？武周教授的团队就设计了这个东西，自动新型的取纸设备，你一伸手他就给你纸，但是不好意思，与此同时您得听一句广告，比如说您这一伸手纸啪到您手上了，同时听到得到新商学免费为您提供厕纸，得到新商学提醒您拿好个人物品，为用户排忧解难嘛，这又不丢人啊。所以这样的广告我们将来真的是想上一下啊。你看想出这个主意背后得有商学的智慧。武周教授他们改造的厕所现在已经在全国乃至是全世界遍地开花，祝他们成功，我们给他们加油。我们毕竟不去跟武周教授抢生意，我们不去改造厕所，但是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点点启发？就是要降你这个系统内的成本，不能只在咱们自己的系统内想办法，
到处把各行各业的各个学科的跨界知识引入咱们自个儿的系统内，把老办法替换掉，这才是降成本的王道。那接下来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更牛了啊！它不仅降成本，降完成本还接着大幅度的提高了用户体验。这位叫张瑞，我们德道高音院的一位同学，他的生意呢是一家文旅公司，其中经营的一个业务是戈壁的徒步旅行。这个业务是个老业务了，很多商学院啊公司啊都会通过戈壁的徒步旅行和竞赛来搞团建。那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张瑞就发现这个产品有一个巨大的痛点。在推销的时候，很多女同学女性朋友一听说什么去戈壁好玩，但是一听说三四天不能洗澡，这个女性朋友往往就犹豫。你看，这不是明摆在面上的客户痛点吗？传统我们的商学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痛点就解决掉它呀。好，花成本解决。所以张瑞花了150,000改装了两辆洗澡车，这个样子啊。这150,000还只是车钱啊，每次用的时候往戈壁里面去运好几吨的洗澡水，这还是另外的价钱。那请问客户满意了吗？没有，只用了一次，张瑞肠子都快悔青了。他发现坏了，成本提高了，体验不仅没有优化，反而更糟糕。为什么？你可以设想一个场景，一天在戈壁上走下来，咱们是又脏又累，那回到营地一看，哟呵，有洗澡车，赶紧抄上毛巾和肥皂就来这儿排队。那请问这些在洗澡车前排队的人，他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刚才走戈壁的时候可是队友关系，现在有一种隐隐然的竞争关系，你先洗我就得后洗，你洗的时间长我等的时间就长，即使我忍住了在队里面不吵吵，但是你说那个氛围能和谐到哪里去？好，我们再来设想一个场景，你回到营地，你洗完澡洗白白擦香香出来之后，看见一个刚刚走回营地的队友，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勇敢地上去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吗？不会吧，辛苦了，回见。你最深的渴望此时不是晚上去参加什么活动，你是要钻进帐篷进入睡袋开始刷手机了，团队关系被破坏掉了。所以张瑞这个时候再看这辆洗澡车的眼神就变了，这哪是什么提升旅行体验的神器，这是破坏团队关系的毒药，这个成本花得冤枉，于是他决定把这车卖了。好了，现在张瑞的旅行团里就干净了，咱都是走戈壁的，谁也别矫情，谁也别嫌弃谁，三四天就是洗不了澡，谁也别嫌弃谁脏，大家的关系反而更近了。这故事在说明什么？大家想想，在文旅行业里面，其实大家是默认一条铁律的，就是只要你要更好的体验，你就得花更多的成本，一分钱一分货，糊弄不得。好的旅行团往往给你去订五星级的宾馆，米其林的餐厅，让你去看没见过的风景，哪一样不是钱呢？比如说同样是在沙漠戈壁上，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今年有一个特别壮观的创举，用无数金钱堆出来的人间奇景，就这个球啊，叫 Sphere， 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都看过这个视频，多壮观多美妙，问题是它得花钱啊。就这个球造价23亿美金，你算算看，160亿人民币，得改造多少公共厕所啊？你说这个成本怎么降？但是经历了洗澡车事件的张瑞，他就意识到，这其实取决于你认为自己在干嘛，你认为自己是在提供服务，还是认为自己是在引爆体验。如果你认为自己仅是在做服务，那不好意思，一分钱一分货，你得让人看到人家没看过的东西，这是做加法。如果你是在做体验，那你就得从人性洞察出发，着眼于人和人的关系，引爆某一种人性当中已经有的极致体验，这就得做乘法。做加法就要花成本，而做乘法呢，就需要对人性的洞察，对关系的重组，这不是花钱能解决的问题，
这需要设计。所以张瑞给自己的身份，他说我不仅是一个文旅工作者，我还是一个时光雕刻师。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戈壁行走》里面，其中有一些亲子同行，父母和孩子一起走，那请问怎么优化这个设计呢？是请几个厉害的导师跟着，还是提供家庭套房的帐篷？张瑞的方法很别致，他是这么干的。第一天，父母和孩子一起走，那你想都想得到，对吧？父母一定会嫌自己的孩子多事儿，怕吃苦，孩子一定会嫌自己的父母唠叨。好，第二天走法变了，父母和孩子分着走，那你也能想都想得到，彼此之间多少会有一点挂念，有一点不放心。你看，结构变了，走法变了，这关系就变了，体验就变了。好，第三天换着走，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孩子我带着，我的孩子你带着，什么结果？晚上回到营地，你想都想得到，什么结果？互相夸对方的孩子，你家那个宝太懂事了，真贴心，你家那个宝这平时得读多少书啊，真有思想。你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吧，别的没有变啊，关系稍微组合重组了一下，昨天的那个熊孩子今天就变成了小天使啊。第四天最后一天，峰值体验，张瑞设计了一个环节叫盲行，就是父母用眼罩把自己的眼睛遮上，最后一段路是由你的孩子牵着你走完。那你想想，走着走着，在某一刻父母突然就会意识到，这哪是行走戈壁啊，再过若干年，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我自己不就是这样要依赖我的孩子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吗？所以一边走一边感受那种信赖感，那种依靠感，那种亲情，一路积累，你想都想得到啊。在终点的时候，当你的孩子给你摘下你的眼罩的时候，怎么会没有一个热泪盈眶的拥抱呢？张瑞的戈壁旅行团四天三晚，按照改变关系引爆体验这个思路，他对每一段旅程都进行了精细的设计，所以他称之为，把自己叫做时光雕刻师。比如说大家都会设计旅游线路，都会计算，但是张瑞计算的更细，他会把抵达每一个特定地点的时间掐到正好，精细到秒。为什么？为的是让每一个徒步的人在登上沙丘的那一刻突然看到朝阳，太阳正好升起来，啪，阳光涌出地平线的那一刻。大量的戈壁旅行团晚上都有所谓的篝火晚会，但是张瑞的团队会在开会的过程当中人为的制造一次停电，因为戈壁上几乎没有光污染，所以只要你在场，突然停电，始料未及，举目一看，星河灿然，这是多么美妙的体验。再比如，很多戈壁旅行团都有放烟花的这个设计，但是张瑞他们团队会把今天晚上放烟花的那个时间精确到秒，是在哪一秒，在今天晚上过生日的人刚刚许完自己的心愿，啪，烟花升空。这刚刚许的愿，老天爷接受到的信号就比较强。张瑞告诉我，你看，这就是省成本，日出了，星河了，烟花了，要么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不要钱，要么花的钱也很少，但是在合适的时间让它出现在合适的关系中，它会引爆人的情感体验。所以对人来说最燃的那个体验在哪里？其实不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啊，我们都是要看那些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吗？不是的，最燃的体验它会引爆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生命的内部，我们已经熟知的关系的内部。我跟张瑞说好了，2024年的5月份，咱们得到新商学的会员，咱们组织起来一起走一趟戈壁，名额不多，就150人，他只能服务这么多人，咱们一起去，我们看看那几天的时光会被他雕刻成什么样子。如果你现在加入了得到新商学的会员，咱们争取一起去看看张瑞在几个月之后
做的那道乘法题。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记者问我说，罗胖，你老说你跨年演讲出去调研了，你真去了吗？你那个调研，你拍的那些照片，你拍的那些录像，你是不是当宣传用的？我其实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他就是觉得调研真的那么重要吗？你真的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吗？我不知道你听完我刚才讲的这些故事的感受，但是我说说我的。过去一年，每当我自己觉得有点丧气，有点迷茫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只能是它是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穿鞋出门，找人请教，找过来人，找明白人，找干具体事儿的人去聊一聊。这都快成了我的人生经验了。我经常和我们的同事们说这么一句话，没有出门的不是。还是那句话，一困惑咱就出门。2024年，大家信我一句，多多出门必有收获。今天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太卷了，真的卷不动了。那什么是卷呢？卷就是用别人的规则参与竞争，所以你就感觉到会卷。比如高考为什么卷啊？因为你是跟别人做同一张卷子，所以就卷嘛。那怎么破这个卷呢？破卷的方法万千种，归根到底就一条，就是各做各的卷子。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讲的几个故事，都是别人给他出了张卷子，他自己又换了一张卷子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位，这个人叫梁优，年轻的创业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非要让我管他叫二狗，所以我只好称他为二狗老师。二狗老师开了一家酒馆，名字叫跳海，不大啊，2019年开到现在，全国也就20家，而且呢，在全国的排行榜里前十名都排不进去。而且呢，这家酒馆，二狗兄得罪了啊，这家酒馆是以装修简陋和服务不周到著称的。装修简陋到什么程度啊？大家看一个原生店面的样子啊，大概就这个样子啊，随便弄点家具，弄点装修就能开店。服务不周到什么样子？就是在跳海酒馆，可没有服务员把酒端到你的桌上，也没有扫码点餐这一说。你要想喝酒，自己到吧台去跟打酒师自己要，不聊天您还真就没有服务。这就挺奇怪的啊，就这么粗糙的一家店，它是怎么活下来的？但这不是让我奇怪的，让我觉得很奇怪而且我很生气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二狗作为老板居然经常不在店里待着。这不说好的创业者要勤奋呢？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2023年4月，他居然带着跳海公司的全部在职员工，请注意是全部在职员工，跑到四川的四姑娘山去团建。店呢？店继续开着，7天，一个星期，所有员工都走了，店继续开着。你说是不是挺气人的？说好了咱们开酒馆这一行是情行，你一个人这么爱玩的一个团队，谁在家里盯生意？二狗给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答案，叫兼职打酒师，这是他们酒馆的一个非常奇怪的职业。你看，这就是跳海他不卷的原因呢。二狗他们是把跳海的卷子给换了，原来出下来的卷子是你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你怎么好好的经营酒馆，现在他们变成了怎么经营调酒师、打酒师，而且是兼职的打酒师。那什么叫兼职打酒师呢？就是这个酒馆今天晚上的临时老板，你可以决定好多事儿啊，你可以决定放什么音乐，放什么视频，店面的装饰，以及你的朋友，你可以给他们打折。那兼职打酒师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晚上你随便喝酒不要钱，只要不喝醉，而且当天晚上卖出去的酒你还能得一份提成。那你说会有多少人愿意来挣这笔钱呢？你还别说，现在年轻人还真愿意，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有一个梦想，我得开一家咖啡馆、咖啡厅什么的。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家里没有客厅啊，朋友不愿意来啊，所以如果我今天晚上是兼职的打酒师，呼朋唤友来到这个酒馆，我在朋友圈可就拔了份了，所以不愁人来。在这儿的兼职打酒师比正式上班的还认真。那这样的兼职打酒师跳海有多少呢？他们正式员工才70个，兼职打酒师2000多名。这听起来是个挺奇怪的安排啊，
但这个机制一启动，很多意料之外的后果就发生了。比如客人不愁了，来一个打酒师他带一帮客人来。第二，服务也不挑理了，你到朋友家里客厅喝一个酒，你哪儿那么多事儿，你还要服务。第三，酒馆也热闹了，大家看到这就是他们酒馆过去一年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这儿展示不了那么多，它真的有1000多种活动。比如说你在酒馆里拽上一个本子，续写上一个人的小说，可以在这儿分享家乡带来的美食。还有啊，北京有一家店，内向的人可以去，因为每周二他们的活动叫喝默酒日，就是谁也不许说话，不许交流联系方法，最适合咱们I人，咱社恐的人。所以你说这么多活动要靠自己的市场部来策划，不可能嘛。这就是打酒师，兼职打酒师来了的好处。那一帮气味相投的朋友到这儿来，就难免要办正事儿。所以跳海酒馆你别觉得就是玩啊，这里发生好多正事儿。比如说真的就有正经公司在这儿办招聘会，真的就有电影在这儿办首发式，他们靠这个还能挣钱。再说了，如果这里是一帮相熟的朋友，大家多少都会制定一些体面和规则。比如说在跳海，他们就不卖醉酒。什么叫醉酒？很多酒吧里看你醉了啊，趁你什么叫趁你什么要你命，越多的卖给你酒。但是跳海不会，因为要个体面。大家看看中间这是个谐音梗，吐店里500。如果你喝醉了吐店里，罚款500。那如果你是一位女性朋友来这儿，他们是不提倡陌生异性之间互相请酒的。如果一个女性在跳海感觉到自己被骚扰了，可以到吧台求助，他们会管。你看这是一个有趣的后果。还有一些有趣的后果，就是在跳海形成了一种朋友之间才有的文化。既然是朋友你来，你要享受特权，不好意思，你得提供奉献，提供增量的价值。话说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了，到吧台之后就说，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梁二狗就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校友，我凭这个身份我能不能打折？正好梁二狗在，说行行行行，都是校友嘛，都是罗翔老师的弟子嘛，可以打折。但是随后他们的同事就不干了，说这不行，一个人怎么可以凭借他的身份就可以获得特权呢？他得凭他的贡献他才能获得特权。梁二狗说，我都答应了，总得给我这个老板3分薄面吧。那同事说那不行，后来这个规则就改了，以后甭管你是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你在吧台当着众人如果能背诵一条法条背给别的客人听，就算是为跳海酒馆输入了一次正能量，可以打折。这条规矩就这么定下来了。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文化，不看身份，看贡献。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跳海的氛围，很小的一家酒馆啊，我不知道这个号召会不会害了他们。一会儿咱们深圳主会场散场了，可以去跳海的南山书城店去看看，地址就在今天我们会场的隔壁，你可以去背诵一条法条试试，看看有没有折扣啊。那这是他们几个兼职打酒师，多漂亮啊！今天晚上你要去，没准会遇到其中的某一位。我不是向你试图证明这家酒馆的这套办法有多正确，毕竟跳海还在发展期，未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更何况好不好，这是人梁二狗给自己出的卷子，自己写的答案，填的是自个儿的名字。我想说的是，酒馆居然可以这么办，原来我们想破自己的脑袋没有想出来过，创业者老板居然可以这么潇洒，这是不是值得咱们在做事的时候得提醒一下自己？当别人给咱发卷子的时候，咱得想想，咱真得就做这一张卷子吗？咱能不能给自己换一张？对，我再给你讲个故事。我请你设想一下，一个做安利的人应该是个什么状态？一说安利啊，你肯定知道什么意思。在我们现代汉语当中，这个词基本上和推销员已经是同一个意思了，是个代名词。那你想象一个推销员，他每天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满街发名片，扫楼，拼命做陌生拜访，开个直播搞流量，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推销嘛。那如果整天这么干活，也挺累的，分分钟就卷不动啊。今年
安利纽崔莱成了我们跨年演讲分会场的赞助商，很荣幸啊，他们也是国家体育代表团几十年的合作伙伴，那今年赞助了我们的分会场，我就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他们。我跟你说一个典型的安利人的生活状态吧。我认识了一位陈大哥啊，因为他不需要公众知名度，所以不允许我出他的头像。他做纽崔莱20年，那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是稳定服务1000个客户。那请问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呢？他每天都在玩、爬山、露营、读书、喝茶啊，左不过就是这些事儿。这我又挺生气的，不是说好了你们干推销的得天天喊口号、开早会，你怎么就过上了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的日子呢？这给我羡慕的。不过我发现，陈大哥他不是一般的跟着玩，他是组织朋友一起玩啊，长期扮演了这种活动组织者的角色。那更不对了，你以组织聚会为名去挣朋友的钱，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杀熟吗？好意思吗？朋友来了一回，这没二回啊，对吗？你老卖安利的东西，这个方式怎么能持续干20年呢？对，你看，我要是这么想，我就钻了那个叫抽象的牛角尖。我们到具体生活当中去看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对于这样的推销员来说，他管你其他人是怎么做销售呢？他是找到了自己做销售的那张卷子，这张卷子就很简单，回到我真实的朋友圈子和真实的生活中去啊，我好好照应朋友，替大家多操操心，用这种方式把生意和生活融合起来，平衡起来，就这么简单。咱们设想一下，咱们城市里的上班族其实交朋友也挺难的，是不是也需要有个人给咱们操持操持，不但让我有机会认识陌生人，有这么个人是不是也挺好的？很多事不就是这样吗？有人希望出去玩，没有一个张罗的人还真就组织不起来，而且这活也挺辛苦的。我认识的那位陈大哥，每年你看着他都是在组织活动，什么书香袅袅，什么在外面露营啊，什么诗和远方，但是你知道他一年组织多少场活动吗？400场，一天一场还要多。而且他给自己很多要求的，人毕竟是做安利的，他每天至少给自己规定要和100个人打招呼，要给30到50个人的朋友圈点赞，他还要给3到5个人发出认真的评论啊。他自己平时还要各种参加学习、参加培训，发高质量的朋友圈，晒生活、晒成长、晒改变，挺忙的。那你想，在生活中，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勉的正经人，一个勤勉的正经人承担了朋友间的责任，替我操了心办了事儿。那我作为一个正经人，我肯定也惦记着要还人家一个人情嘛。如果人家在做买卖，在同等条件下我需要，我为什么不照顾他的生意呢？这不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人情往来吗？反过来说，如果他推销的竟是我不要的东西，我一去他就推销，我一去就推销，像咱们这样面薄的人，是不是下次也就不去了？他这买卖，他这个朋友圈是不是也就维持不下去？所以你只要这么具体的一想，对呀，消费者之所以买，是因为需要纽崔莱的产品，但他之所以在陈大哥这里买，就是因为需要这么个具体的朋友啊。你看，当年发下来的卷子是做业务，但是陈大哥这样的人，他就把它换了，换成了交朋友。那你非要问交朋友和做买卖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区别，那我的答案只能是一个，这两个事在他这儿分不开，也不必分开。所以纽崔莱的朋友给我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挺好，这是将来很多个体创业者的日子，就是这么一个对联，边做业务边生活美好，边交朋友边挣钱光荣。这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推销员是不是不太一样？就在此刻，全世界有67个城市，其中有4个官方分会场，然后6个校友会会场，还有161个观看团，都是我们跨年演讲的分会场，遍布全球。他们由纽崔莱赞助。然后如果你在现场看到安利纽崔莱的品牌，他们当然是赞助商，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字贴在那儿，也在提醒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交朋友的价值。
所以如果此刻你在跨年演讲的分会场，咱甭管有没有安利纽崔莱啊，咱们都接受这个提醒，咱们抓住今晚的时间和旁边的哪怕是陌生朋友握握手，加个微信，交点朋友，将来有机会一起搞事情。好，下面我们接着讲故事。这故事开头有点悲伤，你能想象一个房地产商在2023年活成什么样吗？房地产商那肯定不是在搞钱，就是在披头散发搞钱的路上，急死了。但是有一位我认识的房地产老板太过分了，他活成了每一个文艺青年梦想的样子。我拉出他从年头到年尾的时间表，不是音乐节就是戏剧节，要不就是大师赛，每天打交道的不是艺术家就是建筑师，我都替他美得慌，嫉妒不恨。这个人是谁？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想到了，他是阿那亚的老板马云。阿那亚其实不是一个新案例了，这家公司已经成名很多年，但是今年的跨年演讲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案例特别突出来讲，是因为今年他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发。马云就说了，他说房地产商在今年遇到的卖房难的问题，我是10年前就遇到了。因为秦皇岛的阿那亚是2013年被马云他们公司接的盘，房子远在秦皇岛，根本卖不动。这家公司一年光还银行的利息1.3亿，就这么一个底子，对吧？怎么办呢？马云和他的团队说，那我只好搞服务啊，我好歹落个态度好。这就是他们搞服务的起点。用马云自己的话来说，他说我本来是去城里卖个鹅，结果呢发现鹅卖不掉，只好到乡下去养鹅，等着鹅下蛋。这就是他在10年前过上的日子，一个抱着鹅下蛋的人。但是恭喜马云，10年前就该恭喜，因为他找到了一张新卷子。这个卷子可不是今天的房产商正在做的那一张哦，是10年前的一个偶然机遇，命运逼迫他做的那一张哦。他要把自己变成卖房子的开发商，变成一个卖服务的运营商。那10年之后的阿那亚变成了什么样呢？我借用香帅老师的一句话，他说，作为整个北方中国的诗和远方，社交媒体的宠儿，阿那亚的网红身份以及伴随着流量而来的各种声音，几乎快让人们忘记了他原来是个房地产商。真的忘了，阿那亚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不是由钢筋水泥搭出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2023年的夏天，小红书上，仅仅夏天哦，小红书上关于阿那亚的话题3.9亿流量。与此同时，秦皇岛阿那亚已经销售到了第10期，他们在三亚在广州的项目现在也很受欢迎啊。而且这是更让人生气的一件事情，阿那亚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以秦皇岛阿那亚为例，他们50%的收入居然不来自于卖房，而是来自于这些活动，什么酒店啊、餐厅啊、民宿啊，各种各样的服务。他真的换了一张卷子，填了不同的答案。所以马云，我特别喜欢他讲的一句话啊，他说阿那亚的价值观叫有品质的简朴，有节制的丰盛。这句话写得真棒。但是今天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你真觉得这是所谓的企业价值观吗？我非常有幸，我认识马云，跟他聊过几次，其实这就是他自己这个人。所谓阿那亚的企业特性，就是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当中长出来。就回到刚才我讲的这三个案例，我哪是在讲什么商业策略，我只不过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当你回到自己的个性，回到自己这个人，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搞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把这张卷子给换了。少看别人，多看自己，少看远方，多看附近。如果你也爱慕这样的状态，那就拿出镜子来，咱们看自己，答案没准就已经在那儿。好，又到了每年跨年演讲的保留动作了，我要首发2本答案之书。这次发布的不出你的意外，对，正好是何帆老师的新书《变量6》，
和香帅老师的书《钱从哪里来》，这两本书是两个学者给自己出的卷子。6年前，何帆老师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啊，每年都要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做调研，然后记录中国当年的社会经济变化，捧出一本书。这件事儿他要干30年，当年就答应你了，只要这个书你接着写，这个事儿你接着干，只要跨年演讲还在，我就替你首发。今年是第6年，变量6。江帅老师也立了一个 flag， 每年要写一本当年的中国财富报告，记录中国这一年中国人的财富逻辑。我也承诺他了，只要你写，跨年演讲还在，我就替你首发。那这两本书我是近水楼台我先看了，其实我理解就是解答了两个问题，今年对我们特别重要的问题。第一，人到哪里去？何帆老师的答案很简单，到具体的现实中去，看现实中的人是怎么干的。即使是宏观经济学家，一回到现实，你原来的那些书本的理论的答案立即光辉灿烂。第二个问题，钱从哪里来？香帅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提供的答案也很简单，看见下面那行字了吗？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微利时代。钱从哪里来啊？钱从4面8方来。所以如果你还等着我赌对一个赛道，我就是那口能起飞的猪，那个日子永远没有了。咱现在不当猪得当什么？得当小花猫。4面8方的钱来了，你得像小花猫扑蝴蝶一样，你得能接得住，你的腰肢得柔软，你的行动得勤奋，你面对所有的赛道都得像马云那样有耐心。对了，阿那亚的案例就在这本书的第3章，如果有兴趣马上下单，可以仔细的看这一章。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在全网上架，现在就可以下单。如果你看了今天晚上的跨年演讲，想为自己从2023到2024这一次跨年，你看了这场演讲做一个纪念，我们还提供了一个独家的纪念版本，时间的朋友礼盒。这个礼盒里面既有何帆老师的变量六，也有香帅老师的钱从哪里来，还有一个时间的朋友的纪念徽章和限量版的一个灯光画。这个礼盒限量只有5万套，只在得到 APP。 各位怎么样，准备好了吗？3、2、1，上链接。